这些你先对着自己。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已经开始了，是吗？对，已经开始了。我这个房间好暗啊。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个房间的灯光啊，太暗了。这个灯照还可以。可能是。Hello。我来找一个亮的地方。太暗了，这里。诶？稍微暖和，对，它这个可能是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手机有点点，镜头摔坏了吧？没事。稍等我一下。Hello，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哇，这是一个大一个。我等一下，我后置摄像头是不是会更好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这样了，就是有点暗，可能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会有点点，可能有点暗，这个房间太暗了，然后它那个，对，给我，你看着这个。换一下，我这样就清楚一点，是吧？然后你就，花花，你看一下评论里，大家会给你提问，你回答一下。啊，这样清楚很多。嗯，对，是吧？小雷，是，就是有点卡。啊，那我就看这个吧。嗯，你们我要聊些什么呢？我就回答一些问题吧。伤好了吗？伤是，我拿个充电宝，一个充电宝。充电宝。今晚要唱几首歌啊？我今天晚上唱4首歌。伤怎么样？
伤已经好了。其实当时就是在，我当时只是在台上面有一点点，在台上面不小心，扭到了一下，然后但是，但是马上也没有马上，当天晚上回去泡了一个澡，然后就好，第二天好很多了。其实当天晚上就后来就好一些了，对，只是扭到那一瞬间我是走不了路，感觉太吃力了，但是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所以已经好了，很容易的，身体太健康了我。我要再看，因为我这个是有 delay 的。山东的东西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我昨天有吃一个，我吃了一个烧烤，还蛮好吃的。就很多的海鲜的烧烤，就是虾、贝壳，然后，牛肉啊、螃蟹之类的。还真的还蛮好吃的。今天晚上会不会唱《To Be Free》？我今天晚上不唱这首歌，在山东唱《To Be Free》是不是很奇怪？会不会很奇怪？我们要远离，哈哈，就 OK。我，你要跟大家说，今天晚上去看《天籁之战》。哦，对，今天晚上要看《天籁之战》，因为今天晚上的《天籁之战》是改编了。爸，我回来了这首歌，然后，我自己超级无敌喜欢这首歌，对，我觉得改的好有意思。哇，这个评论刷的太快了，我看看评论啊。囚徒，我看了一点点，这个，它并不是一个动漫啊，它。我还以为是很好看的动漫，结果我是在看自己，而且看的怪怪的，说不上来，有一种被调戏的感觉。哦，明年《奇木南雄灾难》第二部上线，明年才上线，哇，感觉等了好久啊。这个动漫去年就看了，我最近看的新的动漫是
因为英雄学院我已经看完了，然后我这两天看了一个动漫叫黑街，好像是叫黑街，对，黑街，黑色的黑，街道的街。但是它好像是，成年人看的动漫。就是还蛮暴力的，所以对，好像小孩子就不要看了。我看不到评论。帮我摁一下。然后我还看了一个动漫，也是讲超能力的，叫做《夏洛特》，也蛮好看。但它是比较慢的那种动漫，就是，也是大家都有超能力，酷酷的，对，《夏洛特》。我爸，哇，这个评论，因为可能手机有点卡，野良神看了，他也很好看。野良神是那个，是不是那个青之驱魔师吧？对，是我手卡，对机，不对？最近在玩什么游戏啊？我最近在玩，有一个 PS4 上面有一个游戏还蛮好玩的，叫如龙，还蛮好看，还蛮好玩的，也好看。就是，他玩这游戏就像看了一部电影，还蛮酷的。小孤单的 demo，小孤单是什么？什么是小孤单的 demo？钢之炼金术师，钢钢钢金钢之钢钢之炼金术师，早就看完了，那都是好多年前的动漫了。哦，我离孤单几公里啊？我离孤单几公里的 demo 是为什么？demo 是demo 是什么样的？哦，对啊。我离孤单几公里的 demo 是我用那个一个类似日文发音唱的。啊，对啊，我都忘记了这个事情，总是忘了。啊，对啊，我忘了，忘了就忘了吧，好麻烦。不对，那个 demo 在哪里啊？那个 demo 好像在我以前的电脑上面，而我那个电脑好像出问题了，我还没有修它。
我还要，我，对，我要看一看还有什么问题。什么时候出国休息？出国休息的话，等休放假了再吧，因为好像目前工作，反正过年前好像全都在工作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假，等放假了就去休息了。对。有没有新歌？新歌，如果是唱片里的歌的话，可能要再等等等，会，每一期其实改编等于相当于是在重新写新歌一样的感觉，所以，我也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这个状态。什么时候发自拍啊？50天发自拍，啊？我有50天没有发自拍了，这么夸张啊？好吧，我有这么久了吗？好啊，那找一个帅帅的一天，我就发个自拍吧，然后回不回武汉？过年回不回武汉？过年我不知道，我因为我想过年，我想出去，我想到外面去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去休息一下。度假，什么时候来香港？香港不知道啊，如果有工作的机会去香港的话，就会去啊，生日会在哪里办？生日会啊，我是一个从来不过生日的人，所以，就还好。会考虑唱中国风的歌曲吗？啊，其实我有我的下个星期的天籁之战，我改编的那一首歌，就是等于我是重新创作的。然后，那首歌我就有一些中国风在那首歌里面，所以。下个星期就可以听到了，可以透露歌名了。一人，对，我改编了那首《一人饮酒醉》，重新创作的，对。然后我有，因为它这个词是有中国风味道的词，所以我在旋律上也会融入了一些中国风的感觉。
什么时候出四专？四专肯定是明年啊，因为今年就是录节目一直就没有停下来，因为就是出专辑做音乐的话，一定要年都会有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去闭关专门创作，然后那我今年又是上学回来之后，回国之后又一直在录节目，其实没有休息过，那所以等到真正有时间好好的闭关一下，来把后面的几首歌写完。对，我再看一看问题。什么时候来台湾？台湾的话，台湾有猪血糕。我有一点点害怕猪血糕。可以好好的胖20斤吗？胖20斤啊。胖20斤，我可能一放假我就会胖了。对，我你看我今年年初的时候，一放假我在国外就胖了20多斤，30斤吧，啊，胖了20多斤，对，然后回国之后瘦了30斤。有没有天气？烟台冷不冷？有没有穿秋裤？当然穿了。这么冷的天气要穿的，要保暖啊，万一感冒了唱歌就会受一些影响的。你们也要多穿秋裤。对，然后多点时间休息。好，成都可以。成都我好像前段时间不是才去吗？成都可以，可以的，成都好吃的。对，今年跨年在哪里跨呀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先不让透露的。啊，对。好，我发现了，它卡了。花花会做饭吗？花花不会做饭。做饭，也算会吧。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，其实也算会，会一些简单的，但是太复杂的我就不会了。而且我每次做饭也，都是凭感觉去弄。
然后弄完之后，反正不难吃。我有做过，那个叫煎蛋，然后还有还会煮粥，我有烤过，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，因为是我自创，华式热狗，花式热狗。反正不难吃。问我吃饭啊？对，我有一个好好吃的东西，我要去吃那个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工作人员帮我买了一个特别酷的一个薯条，看，这么长的一个薯条，这是薯条啊，很好喝。但是我觉得好卡，真的。你们等一下要记得多吃饭，因为我觉得天气冷了要多吃东西的，因为只有吃东西，身体才会热起来。所以，哎呀，很好喝。然后，最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《天籁之战》，下一期我还会有更颠覆的改编，也希望大家关注岁月。岁月 APP 会有小福利送出哦，然后时间到了，Time is over，我要跟你们说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哼哼。